附近有微弱的气息。北洛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上回那个就是哗的一下开了个大口子，是不是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？当然不是，你平时出门心里总得有个底吧，裂开空间也是一样，如果对另一边一无所知，那就全凭运气，谁知道会掉到哪里，而且每一回都要消耗大量的灵力。我懂了，就是说也不能一直用一直用，你一开始不用这招是因为在积攒力量吧？你要这么想也没差。哦，说到灵力，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？那我要怎样才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灵力，又该怎么用它？这你得去问林星剑，我说不好，他们既然是一个门派，日常教授弟子在这方面自然有办法。你说的对，我去找找他。这个图案我从未见过，却是有种熟悉的感觉，想不到在如今的人界还存有威能如此强大的符。你会觉得熟悉，是因为它是来自于辟邪的文字，但你不可能在天禄城随便看到。这种文字只流传在辟邪王族之间，用来描述不同的力量。辟邪王族，原来如此。虽然残缺了，但还是能认得出来，这几个字和空间力量有关。照你说的，其他人即使得到成年辟邪的血也没办法用，那这张符应该是过去某位王族送给星宫陈一社的。所以你是见到这些文字之后明白了要如何打开空间裂缝？是啊，我也不想磨蹭半天才回到阳平，可从小到大也没谁告诉过我该怎么做，你们只能将就一下喽。我不是怪你，只不过有些惊讶，这样的事看一眼就能明白，非常厉害。这算什么，马马虎虎吧。想跟你们一起去，很危险。我知道，所以得好好保护自己，不拖累别人。我向林星剑请教了许多，星宫陈一社修习的阴阳学主要是天文还有术数，和岑家残留的典籍有不少相通之处，好些以前一知半解的东西我忽然间就明白了。梦境是玄之又玄的地方，说不定我所学的也能派上用场呢。你师兄同意了？嗯，我和他说好了，要辛苦他多照顾葛先生一些。你们把他带上吧。林星剑，你怎么来了？来送送你们呀，虽然我和师弟暂时抽不开身，这点功夫还是有的，何况你那个进入空间的法子，我总得找机会试试，果然灵验。不是我的法子，是北洛的，也因为有他的力量在这里才能方便进出。大哥，我觉得吧，你这么厉害定然是目光如炬，你瞧瞧小银子的面相，额头圆润便是胸怀智慧，眼大有神，欲搓折则不易气馁，人中生的上窄下宽，说明运势只会越来越强，唇角起灵乃是高贵之相。
他虽然灵力不太行，精神力却是天生强过别人，命数也是极好，堪称一生顺遂，福星高照，你们带上他也不吃亏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嘛，小英子和我说了一点他之前遇袭的事。他既然已在局中，如今又情势混乱，躲是躲不掉的，倒不如跟在一处行动。师兄，你又随随便便看面相？本来就是随便看看啊。好了，你也别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我给你算过，你面形方正，此乃生命力强盛之兆，遇事便会坚持到底，终有所成。而眼角微有下垂，说明易受人倾慕。哎呀，虽然指不定招到什么烂桃花，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嘛。岑英，你仔细跟上。好，我一定不胡来，都听你们的。这也是某个人的梦？忽然对做梦的人有点好奇罢了。那纪灵族的梦又是怎样的？难不成来个梦中梦？梦中梦的确是有，但就我所知，纪灵族是不会做梦的。眼兽在成年之后也很少再有梦了，或许可以看作是得到梦境力量的一种交换。岑英什么时候能醒？快了，你们是第一次这样被带入梦中，难免有些不适应。我们已经到了吗？你怎么样？像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感觉，精神还不错。这是哪儿？好厉害的样子！设法过去对面。异变恐怕比预想中的更甚，我追踪的是纪灵族的力量，但最终我们却没能出现在摇曳湾。此处应当有连通摇曳湾的路径，先四下看看。
按你刚才说的，这个梦和摇曳湾又是不同的梦。对，感觉并不一样，虽然不合常理，但既然已经出现了异变，梦和梦之间相通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假如所有人的梦都变成一整个，那得有多大？我们白天活在平常的世界里，到晚上就会进入另一个大世界。果然也有魔。这个人的梦好特别，真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虽然不完全如此，但大多梦境依然有迹可循。此人想必对这些事物执念很深。你们说，这个做梦的人，眼下会不会就在阳平？有可能，我们得尽快找出头绪。进到门里去。门后应当是这位狱主梦境的更深处，那他不就更危险了？太厉害了，根本不堪一击。走近看看。不能再过去了。这个人执念深重，精神力颇为强大，并且很抗拒旁人的靠近。没有其他办法吗？强行突破与之有损。你试着释放出一点力量。辟邪的感应十分强大，加上我附着的眼之灵力，无论这扇门出于什么原因开启，
只要我们身在梦中，就能立刻察觉到。既然此路不通，得想别的办法去摇曳湾。跟我来，我们从这里跳下。别怕，这是梦中，你眼前所见的许多只是异形。我不怕。恐怕要守不住了。组长，今天就算同归于尽，也绝不能让他们踏入惊天轮半步。聂灵，几位？你们先打完再说吧。好，换阵。这段时间袭击一次比一次猛烈，刚才多亏了你们，纪灵族再次谢过。谢倒是不必，别喊打喊杀的就行了。我们来这里救人，正好想问些事情。救人？难怪近来出现了新的梦语。自从杨平有人沉睡不醒，
一些梦境就被不知名的力量连在了一起，再不会轻易崩溃。这个梦变得越发广大。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去唤醒玉珠，但多半很难成功。为什么？以前有人和我说过，梦这种东西对有些人而言，就像口渴时得到的一碗水，可是里面掺了毒。如果可以让你完成在现实中遥不可及的心愿，让你见到现实中永远不能再相见的人，那睡着和醒着又有什么分别？也许还更快乐一点。越是无望，越是沉迷。你的意思是，有的人根本就不想醒过来，竟然还会这样？他们肯定受到了那股无名力量的牵引，但自身的意识也不是全无破绽。梦域会吸引更多的魔，假如玉主完全被魔气侵染，怕是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魔进到这种梦里，又有什么好处？我听说魔域和常世之间难以连通，但其实梦也算一种通路，并不是所有的魔都喜欢待在魔域，有些会进入人的梦里，在界道离开，去往人界。那现在不就太危险了？所幸对于魔来说，想要穿越梦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通常要过很久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出口。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迷失在梦域深处，也会为了得到力量，彼此间吞噬厮杀。靠他们发昏总不如靠自己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有办法替玉主达成心愿，或是给他们来个当头棒喝，这些人就有可能醒过来。或许吧。人的意识千变万化，谁也说不清会怎样。听起来可比想象中麻烦，还不光是打打杀杀。我族并不擅长战斗，应对忽然变强的魔已经感到吃力，对新的梦域虽然有所察觉，心里也十分焦急，但却束手无策。野妹，我可以把自己的灵力借给你一点，这样你们就能在不同的梦域中往来。如此甚好，若是此处再有敌袭，我们也能立即知晓。族长，这我意已决，不必再说。你说的魔物变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换到现实中大约在50多天前。谢了，我们这就动身。我跟野妹没什么好说的，若不是新的梦语，其中有一个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阳平。不过如果有不止一个人梦见那个地方，情况可能会比想象中更复杂。新的梦语其中有一个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阳平。不过如果有不止一个人梦见那个地方，情况可能会比想象中更复杂。无论如何都想不通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形成了玉？无论如何都想不通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形成了玉？